男人和男人才是真爱，男人和女人只是繁衍。嘴哥现场表白小杨哥，原来猛男嘴哥是这样的人。这么有内容干什么？我给你过个头来，你咱俩过，繁衍肯定开心。真的，我们两个才是真爱。真的，你相信我，嫂子为了我也会。小杨哥一时招架不住，于是立马拿出了福利产品，不要嘴哥最后要强势拿下小杨哥。冷酸灵的极地白，去超市买20多块钱，这就40多块钱。这个你没卖过吧？没有卖过。没有都没卖过。只有五个了。我再给你加两个，还两个牙刷。牙刷。哎呦我的妈！再给你加两个牙刷。两个牙刷。再给你来个两个，两个变形装。变形装。哎呦我的妈，师傅，什么什么？这个70。70。39万油，上车！师傅，我又忍不住了，师傅，师傅我来了，师傅。皇后余生，我照顾你，我保护你。我保证给嫂子给不了你，我都能给你。给不了，你能给什么？你相信我，我猛。我猛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说，我让你快乐幸福的啦。我没有说错呀，嫂子是不会爱你吧？那我也爱你啊。我们俩是真爱，你相信？我没有。我也相信。又没忍住。我行，别拉他！你干嘛呀？没忍住。你们看啊，这什么？这是牙膏。你看这个啊，你去那种场所里面，足浴店。你老怎么喜欢足浴店呢？我不是啊，回来我告诉嫂子。大哥。你家里也有，超市也有，你老想足浴店。冷酸灵的极地白，去超市买20多块钱，这就40块钱。40多块钱。你这边有没有卖过？没卖过。有没有卖过？没有，都没卖过。只有五个了。再给你加两个牙刷，给你来个两个，两个变形装，变形装。39万油，上车！师傅，我又忍不住了，师傅，我来了，师傅。哎呦我的天啊，师傅！你要是能把调皮嘴上楼把三只羊送给你，小杨哥完大了，竟然亲口承诺要把三只羊送给徒弟嘴哥。你要是能把调皮嘴上楼把三只羊送给你，兄弟们录屏啊，真的，三只羊送给我，师傅讲话一言几，直播间十几万人呢。三只羊，送我，好，三只羊，我觉得以后猛舔，我三只羊送你，24小时舔。嘴哥说到做到，使尽浑身解数，在带货完枸杞原浆后，终于把乔妹舔到手了。哎呀妈，什么东西？黑枸杞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兄弟们，黑枸杞啊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枸杞大家知道了。你说实话，你别说，男孩子也可以喝，女孩子也可以喝，女孩子可以给男孩子买，男孩子可以为自己买黑枸杞。你不能老让马跑，不给马吃草，这怎么行呢？不行，我们要边跑边吃草。有道理。正常情况下，108一盒，一盒里面有7袋。今天在小嘴直播间，一盒、两盒、三盒，再给你搭配一个黑枸杞，这个可以用泡水喝的黑枸杞。这2包可以试喝的啊！今天在小嘴直播间，99三盒，试喝2包，2包喝完不喜欢可以退。上车，黑枸杞猛啊！这玩意猛啊！猛！嘴哥除了长得丑，我跟你讲，其他都是顶配。我是一个什么？脖子以下顶配的男人，号称什么呢？法拉利的身材，吹普机的头。哎呀，头不重要吗？真的不重要吗？随后，嘴哥用胳膊夹苹果，向乔妹展示自己的猛，终于让乔妹说出了真心话。哎，好开心，这叫爱情的力量啊！小杨哥，该你兑现你的承诺了。以后我直接给小杨哥拉黑，好不好？我旗下主播小杨哥确实最近看。10斤体重、9斤反骨的小黄又在搞事情了。小杨哥闻风而来，小黄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带货完小杨甄选的面包后，稀里糊涂就和师傅小杨哥签了终身合同。我都跟他说了。你不用来我直接蹭流量，我自然会去给他赋能的。兄弟们啊，小杨争取的背后大老板是谁？就在你们面前，对吧？小杨哥只是负责卖，背后的辛酸跟努力都是小黄我在付出的。为什么叫小杨争取？兄弟们，自己的主播自己宠，兄弟们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小杨哥嘛，哎，我旗下主播想疯狂小杨哥，疯狂大杨哥，自己的主播自己宠，是不是没办法？肉松乳酪面包。肉松和乳酪层层叠加，来看，
肉松跟乳酪，你看吃起来非常好吃。这真的好，今天到手一整箱，700克，29.99。小黄要解约，来小黄告诉他们，我要签终身。好嘞，把合同拿回来，小黄签个终身。说出去的话就泼出去的水，既然你想签终身，师傅满足你。黄金文，黄金文是你姐呀，老妹儿。签他等于签我。你试一下，看得出我的指纹吗？我看能不能看得出。看呀，好，能看得出。哎，非常棒啊，非常棒，谁？好嘞，兄弟们，小黄终身合同已签，谢谢兄弟们。媳妇，你以后内裤都不用穿了，就穿安心裤。一个大直男的爱到底有多可怕？昨晚在带货安心裤时，大洋哥知道自己老婆一直在用并且喜欢，硬是要大洋嫂天天穿，甚至在上完车后还亲自替媳妇试穿了起来。以后你天天就穿安心裤，我给你包了。这个安心裤是加宽的，看到没有？加宽。你像有的都穿完了之后勒出了红印的，这个就不一提红印的。你们这床要多少钱？19.99。好，19.99，多少钱了？60了吧？八包要120多了吧？纸片、擦颜色的卫生巾。买回去你可以试用一包，感觉不行，不是试用一片，试用的不要推。对，把这个全推了。多少钱？69.99。这种啥车？他们说我抠门，让我跟让你跟我离婚。我媳妇以后不给她穿内裤了，我就是穿内裤。买，老婆，以后你天天都穿它。你不喜欢的时候我也让你穿，对你就是好，就大方，大方啊，好男人。昨晚暗恋大洋哥8年的空姐要来直播间，大洋哥互动。嫂子，我跟你讲个事情啊，有一个空姐，她呀喜欢我哥6-7年了，她的梦想就是见一下我哥，可能就是需要我哥跟我哥哥握个手啊，或者是拥抱一下互动一下。但是拥抱行为，我就是这样看，她这样抱一下。我觉得因为他喜欢我哥8年，从新疆过来的，从新疆过来50多个小时的火车，坐火车可以吗？嫂子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是吧？经过一番软磨硬泡，大洋嫂爽快的答应了。随后大洋哥在带货儿童马克笔时都没能控制住心中的喜悦。等一下，别急，媳妇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在带货完马克笔后，当空姐出现的那一刻，直播间所有网友都傻眼了。我骗你，阿崩斯梦多多的丙烯马克笔，60色的，我儿子用的就是这款。说到这里，在哪里都能画。不能说在哪里都能画，缸上面能画，木头上也能画，石头上面也可以画，这个就代表它的着色力非常的强。朋友们说不相信，看啊，拿看，这是普通的马克笔，画在黑色的纸板上，蓝色，再换一种颜色，蓝色，是蓝色。好，再换上面。可以，现在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马克笔，黄色、蓝色，来看一下着色力。我的妈！这是不是涂在身上很难搞掉呀？看，来直接擦，擦呀。直接干掉，60色啊！然后呢，卷纸就是自己涂色，它里面有很多画，那你就自己画色，让小孩小朋友再涂色就行了。再给兄弟们来3个儿童涂色本，涂色本，小孩可以直接往上面涂色。我们要看一下这上架啊，169，今天小孩子49.99，上车！媳妇喜不喜欢？买，品牌吗？今天带多少个？今天有没有50,000单？妈呀！哎，娘。我的妈，声音真好听！就喜欢大杨哥都有了，就是特意今天过来找大杨哥的。对，看看他样子，你觉得他帅不帅？帅。我们先给老妹来个拥抱，可以，感受一下。你这是哎呦，快去！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加油，老妹，我没骗你吧？我操！对吧？哎呦，是真细呀！好。哎呀，你咋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媳妇。好，来睁开你们眼睛来。滚！对，你别笑。你开心吗？那你脸都红了。